当同学们的挡箭牌，黄国伦音乐之路就此展开。每一班派一个同学上来表演，班上就这样说黄国伦，黄国伦，他们就是想让我出去。我那时候站上去，我就想说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。哎呦，不可能有准备，经典强一点，强一点。好雨打在我的身上。今天晚上九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Hello， 你有事吗？